上午十点，已经有游客按照约时间来到雪场，迎着冬日的暖阳，雪道上满是身着各色滑雪服的滑雪爱好者，有的是初学者，正在摸索学习滑雪技巧，随着一次次的练习，在雪场上渐入佳境，有的已经达到了发烧友的级别。滑雪爱好者踩着雪板从高处飞驰而下，在坡道一个利刃转弯，滑雪板激起洋洋洒洒的雪花，仿佛在为滑雪爱好者呐喊助威，十分潇洒。大家尽情展示比拼各种高难度动作，享受着滑雪带来的快乐。正好赶上元旦假期，大家也有时间来享受滑雪的乐趣。然后来了之后也发现这儿的人也比较少，人也不是特别多，雪也比较好，所以也希望大家一起来运动。据了解，目前万科石金龙滑雪场内十条雪道已经全部开放，按照雪场最大承载量的75%进行限流，所有滑雪爱好者必须提前一天预约到场日期。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雪友，雪场这边就是开设了更多的那个室内的到雪场的班车点，新开放了夜场的终极道，滑雪场和周边的民宿、景区还有各大酒店都有一些联动的活动，同时有更多的雪票的优惠，来供雪友选择。